12月10日，演员连凯在微博发文称，我们做人也要多为别人考虑，站在别人的立场想，不要只想自己，不需要去管别人怎么说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可以了。疑似是对9日下河对高以翔去世事件所发布的长文而发声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